说戴墨镜是对的。你刚刚眼神的犹疑以及两颗眼珠子的乱窜，已经都有录影存证。哦，哎，你好，出道多久了？出道六年。六年时间。那么你有称号吗？自己取的。叫做？白皙性感甜心。白痴性感甜。白皙，白皙啦。啊，你这个今天想要挑战伍佰老师的哪一个歌？火山。火山，火山也是一首是唱跳的。对，一起来欢迎影中人出场。从大学生了没出道的张艾雅，会如何挑战摇滚天王呢？伍佰老师好。真的是真正的卤煮在这里，先跟他。伍佰老师好，谢谢，来一起，谢谢伍佰老师，哎，他选这个歌是真的，真的。火山等一下一定会爆发，爆发，而且会慢慢出来，对，怎么会这么瘦？所以你看身材又这么好，谢谢刚刚。艾雅，今天这个火山一定有什么惊人之举，对不对？有，因为是一个很跳痛的表演，就是一个很摇滚的歌，但配上很辣的舞蹈。你跳舞而已，还是也有唱歌？有唱哦，哦，唱加跳哦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能够在伍佰老师小巨蛋。北中南站，台北两场，北南站北南最有希望就是你。真的吗？因为你跟他的痛调是南辕北辙嘛。阳刚阴柔，然后稍微调协调。而且这个伍佰老师的演唱会神秘嘉宾很多都是辣妹，刚刚有讲嘛，蔡依林。那怎么辣也不可能有他辣吧？姐姐，对不对？姐姐，加油！姐姐，今天这个演出好吧？这是有签合约就真的会去吗？对，五组选一组，好，五组选一组，一起来欢迎艾雅带来的火山。张艾雅将带来伍佰超可爱的摇滚歌曲《火山》。火山收录在2011年单程车票专辑里，是一首宅男爱的能量有如火山爆发的告白歌曲。MV 为伍佰自导自演的摇滚歌舞剧。哎呦，好辣！我的妈哟！哎，老师，你在看哪里？哇，疯掉了！让你紧张，让你紧张。哦。黑眼里墨镜，我要戴了起来。哦，就你了，就你，明天来上班了。非常嚣张，心里的演讲快要慢慢了起来。画面太好看。藏在心里演讲快要慢慢了起来。我的脸有任何表情，特立独行。你说的话我没有任何的反应，桀骜不驯那心里的演讲快要慢慢流出来。躺在心里演讲快要慢慢流出来。好辣哦！哦，辣，太可怕了。这个时候戴墨镜是对的，你这个时候戴墨镜，再傻也要把墨镜赶快拿起来。但是你刚刚眼神的犹疑以及两颗眼珠子的乱窜，已经都有录影存证。我们刚刚有特写。我们要讲一个真心话。其实刚刚应该就要戴墨镜。戴墨镜。我们就不会发现了。找了好久才找到。来不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哎呀，这段表演啊。实在太令我感动了。真的吗？非常哪一种的感动？真的很感动。我跟你讲，歌怎么可以这样子表演呢？对，而且味道还对，很好。那个后面那四位朋友，你们先回去啊。
人家有准备啦。一个出来就是一言中的，我刚看到伍佰老师，他嘴唇是这样，嗯，丢金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当事人呐，哦，就刚那哦，很少看到那个玉米整根出来了，哇，叫华裔哦，来来来来，很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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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的也很好，而且我老实说，我老实说，宪哥的节目啊，就是很多新人会在他的节目里面出来，哎，对，就很吸引人家去看他，然后对他有所期待。是，对。以前有一个访问啊，人家访问他，很多联访啊，几十人联访伍佰老师，是，他讲的那种话，我刚好在机场看到这段访问，好感动。怎么了？人家问说，哎，伍佰老师，他平常你都做什么消遣？以前我有做一个节目叫《超级新人王》，看吴宗宪的《超级新人王》，看，是一种重音游戏吗？他算是在骂你，重音游重音。然后其他人又问，那其他时间你在干嘛？这样，他又回答，看吴宗宪的《超级新人王》重播。真的，兄弟，真的。我跟你讲哈，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笑得出来。我第一次看人家新闻访问，笑到躺在地上。那个机场以为我羊癫疯了。我太喝酒，太喝酒了。看中线的超级新人王重播，重播。哇，就感动哎，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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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宝贝，你今天的表演实在太好了。真的吗？谢谢谢谢。给伍佰老师一个拥抱。哦耶！哦耶！你对我这么好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对不？哦，可以吗？啊哈，那你演唱会啊哈什么？啊哈什么？还站直直的伍佰老师。伍佰老师，你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可以抱你更多下，可以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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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伍佰老师也是表现太非常了，一个辣妹出来已经很可怕了，接着下来听说这两个辣妹更可怕。两个，这两个对你有威胁。演艺圈是这样子啦，你